城墙之一吧。
三小四，那下面呢有没有佛龛？现在可能已经没有佛龛了吧？封石的都封石了。你们可以看到地表有很多绿色的，这个叫野西瓜。有瓜吗？有小小的一颗一颗的野西瓜，但是不能吃啊。它是用来治疗风湿性关节炎的。中药。整个这一片全部上的外城墙，这房梁呀、窗户呀，这个还可以看清楚一点。房子遗址还能看清楚点，其他地方都看不清楚了。已经远远赶不上胶河了嘛，胶河还可以看清楚一点。胶河小，它那个胶河是小，比较集中，但这空散了以后，你就觉得确实不集中。以前那两个木跟两个清真寺的那个宣礼楼，那以前是我们的北门，我们会从这边进来。现在毛驴车也不让坐了，全部取缔了。这里面是北门那两个字重建的清真寺。女王头，女王头，女王头，我们这边也有女王头。是这个呀？哪一个？这个呀？这个女王头啊。可汗堡。
是皇宫，过去的这个高昌活跃王国的皇宫在这边。皇宫。我们现在看到的是高昌的西门，对，西边的门，这边就出去了。